家好，我是杨子，来优酷国际版 APP， 用你们的语言打开《沉香如屑》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他受了多少鞭？回掌门，九九八十一鞭。唐州，你可知错？情急之下，误伤同门。唐州认罚。你若知错能改，速断情爱之念，我便念在你过往功绩，对你从轻发落。掌门误会了，我认罚，但不认错。你说什么？昔日我秉承师训，不涉红尘，曾是情爱如猛兽心魔，后法环情形促我断念，我也害怕自己会坠入深渊。但情发乎于心，心不死，念无尽。若有心便是错，那么人间情义，天下大义，又有哪一个是对的呢？我宁愿情深自苦，也不做无情之人。无错，自然不认。荒唐！你既执迷不悟，就休怪门规无情。来人，上卸妆。掌门，师兄他只是一时糊涂，求您给他一个机会，他会改的。好，刑罚之前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可愿断情绝爱？不愿。唐州身为掌门继承，犯下情戒，依门规，凌霄派上下皆有助他悔改之责。自我儿时，凌霄弟子每人都问他一遍方才的问题，答案不变，戒鞭不止。唐州，你可愿断情绝爱？不愿。你可愿断情绝爱？不愿。他受了多少鞭？回掌门，九九八十一遍。你还要坚持吗？是，我不愿意。真是疯了。罢了，今日先到这里，把他关进思过间，待他清醒些再继续。是。